我是不是上最大的勇士？讲真的，尴尬，我才没讲出来。我在怀疑这小妹团有什么共姐妹，我是上最大的勇士。现在是啊，超前线的苏婷妹，妹妹搞好，我爱你。伊妈妈甲伊讲，伊讲无爱，所以今请出一个贡献啊！伊讲演员推出来多戏，伊即个爱出来，所以今天来真认真淡仔苦嘞。我想不管伊输了好唔好，就是讲伊家己配合上帝，你一人咱都咱交做上帝，我来表示，请你搁一遍甲家己讲，我也是上帝，我来表示。Thank you.
我的生活在这边，你有意来来服侍，你来加油，这时嘛是一个叫适当时阵。所以咱互相每一个来面对，不管你对什么时阵开始，只要你愿意，奉献你的时间，奉献你的体力，奉献你的财力，迄拢是一个叫适当时阵。所以愿咱每一个人，咱明白咱的心，咱才个来奉献恩主。咱在这边来听第三十课，祝我们服侍你。咱静静来听，上帝在甲咱讲什么声。